我想要啊，再去公园骑一趟脚踏车。没事，我以为是东西掉下来。我们再去公园骑脚踏车，你会骑脚踏车吗？对啊。怎么骑？可以吗？那一人一台可以吗？你一台。我要黄色。好，这里还有别的。好，黄色。不能选颜色。没关系，让他选一下，没关系。那你要哪一个？好吧，给你。那我们要去骑脚踏车了，可以吗？那我等一下，如果很厉害的话，可以载同学哟，你会吗？会。好，那我们先自己骑骑看，先自己骑。那你要保持平衡哦。我说很厉害的时候，你要用脚脚跟大家打招呼，车车不能跌倒哦。你会吗 ？OK， 我去放个音乐，我们去骑脚踏车，做、yeah! 运动，小心不要打到别人哦。完全全脸的一个月亮全全带到。出发，骑脚踏车。好，再出发骑车，还没交换呢。
嘴，我